小师妹全红婵，她确实这次奥运表现得非常好，我想全所有人也看到她在就是奥运赛场上的那个表现真是无懈可击，就是每一个都是满分。我们当时在现场都是看到了，都是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刚刚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小朋友可以表现得这么好，没有压力，在奥运赛场上可以把自己的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我们当时都觉得为他感到骄傲。当然，虽然他这一次没有来到香港，没有来跟奥运代表团一起来到香港，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另外两个跳水的男孩子也来，他们也在奥运赛场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加上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很优秀的运动员来到香港，希望也有更多的机会让更多的运动员可以来到香港跟本地的青年人啊，本地的运动员更多的交流，这样也会给到大家更多的鼓舞，一种非常正面。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其实真的很开心，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合办全运会，那对于香港来说其实也有更好的机会，那也希望香港可以有机会举办多一些的比赛，那可以激励更多的市民去关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那也去关注更多的人关注体育，那有会有更多的人参与体育，也希望香港政府给予更多的支持。日前12月6日，奥运代表团在结束香港之旅后，郭晶晶作为香港代表接受了采访。在采访中，郭晶晶谈到此次未能到场的小师妹全红婵，她表示全红婵是非常好的跳水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全红婵妹妹的表现简直无懈可击，甚至在她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说起全红婵，郭晶晶就非常开心，一脸宠溺的样子，看来对于这位小师妹郭晶晶也非常看好，也希望未来的比赛中全红婵能够不负众望，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吧。